网罗医院惊人事件，超荒唐病因让人惊呆。两辆救护车送了两，就一男一女，他们是大便急促，警察攻坚，前门不能跑，前面就从二楼往下跳。好像在看一出连续剧哎。骑脚踏车的大学生买了早餐，三明治是热的哦，三明治就飞出去，然后为了救那个三明治，手摔的这样子，里面变成复杂性的骨折，需要买一趟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